这是全新的玫瑰粉新色的 Vivas。 那我们这全新的玫瑰粉新色的 Vivas 呢，我们现在在手机里面呢也内建了 SBB Mobile Share 这一套手机的桌面管理的应用程式。那这套应用程式呢，其实有三个主要的特点哦。那首先是它的整个界面变得更人性化，那所有的一个功能都图像化。那在里面呢，它内建了两个不同的一个桌面。那比方说这个是一个生活化的桌面，所以提供你常用的一些生活化的widget 的应用小工具在上面。那你也可以，如果你的是比较属于 business oriented， 那有专业化的一个桌面，你需要往下推，那这个专业化的桌面就呈现出比较专业的感觉。那当然上面包括一些 calendar 啊，常常在收 mail 等等这样的功能呢，就会整个图像呢显示在手机的桌面上。那另外呢，这个功能就是呢，它在每一个桌面呢，它是做成一个 3D 旋转动态的一个模式哦，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 3D 旋转动态的桌面呢，去寻找你需要用到的一个工具哦，那使用上会非常非常的一个方便。那比较特别的是它有所谓像是还有这个旋转式的联络人，所以你在做联络人寻找的时候，你把一些好朋友常用的都可以设定到里面来。那包括他们的照片啊，那也透过这样的一个 3D 旋转的一个联络方式呢，去寻找好朋友。那每个好朋友都可以设定铃声来设定他们的大头贴的照片。那还有一些非常贴心的 widget 的小工具哈，比方说好友的生日你可以设定，那在桌面上呢你就可以有提醒的功能，那随时提醒你好朋友的生日。那也包括天气啊，包括这个重要的约会都可以透过这个桌面工具的 widget 里面来提供给你。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实用的一个桌面的应用程式，所以让整个手机呢不止外形，还有整个桌面都变得更美，功能更强大这样子。